宋代的时候，又会把它叫清照坠落。谁是一呀？啊？啊，你是一呀？真的吗？早上现在就早上好了，现在就早上好了，现在就是还是晚上好，因为毕竟还没有到零点。晚上尿裤，谢谢。我今天，我是一呀，我当然哭啊，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了。晚上好，我发现每次这个点播的时候你们就出现了。我今天本身就说，我说我今天就播一个小时，因为我前面刚到家不久，所以呢我就说我今天就浅播一个小时左右的样子。没想到你们今天这么多人都是这个时间点出没的，都是不睡觉的。插队遍地飘零，那插队也是会有一的好不好？就比如我好吗？插队也是会有一的，我们插队。你，我发现你真的是很看不起我们插队是吗？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们插队？马上就睡了，这么早你们马上就睡了？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马上睡觉了，不可能。你们要是马上睡觉了，你们就不是你们了，你们就不是我认识的你们了。对，你们不可能睡觉。他都是零点五也没有好不好？我们其实就是，虽然呢就是说花比较偏多，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也不用再向别的队借瓜了。看了跑男，对啊，我现在放的是对跑男，但是这一期我还没有仔细去看，我是刚刚才开来的。这一期很好看吗？我还没有看，我如果要看的话我就会从头开始看。期待你的花园舞曲，我已经跳过花园舞曲了，你不知道吧？你知道我从刚出道的时候，你以为我只跳过蝶语，但是我其实已经跳过花园舞曲了。是在什么时候？那个叫什么时候？是染卫生日公演吧，好像是，对，好像是。然后那个时候染卫是花，然后他请了三个瓜，然后三个瓜里面呢，好巧不巧就有我。纯路人马上去补档，那你去补档呀，我期待你能看完这个，你就能从这个路人变成但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跳花园舞曲就是很青涩，而且是我的第二支 unit， 所以就可能跳的没有那么的好，我觉得啊，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很那种很青涩刚来的样子。完了，找不到。我其实也是，好像是冉蔚生日公演那一次，是我出道之后冉蔚生日公演的一次，好像是，对，我记得好像是他的生日公演。杨小鱼，你房间还好吗？我房间为什么不好？我房间怎么就不好了？我房间现在很好啊，我房间就是跟平常一样，非常的平静，没被淹吗？就是莲子清香，没有啊，那次没拍到拍摄位。
是有那次呀，对呀，所以我说我跳过花园舞曲，是有那次。我而且那个花园舞曲是我第一次当瓜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就是还没有分清楚瓜和花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就是第二次 unit。谢谢你的七八四九的两个荧光棒，啊，三个荧光棒，谢谢。记不太清了，唉，你们就是说，这就是你们不认真了，你们不认真，你们没有把我跳过的 unit 都牢记于心。你遇刺的 ID， 我遇刺的 ID 啊，瞌睡虫，是的，你知道那个 zzz， 你的小号不是那个很多 z 吗？所以确实很像打瞌睡，我记得。我记得的，看到略显青涩，期待以后更刮一点。我现在不刮吗？我现在不刮吗？什么叫傻瓜啊？傻瓜也是瓜，矮瓜也是瓜，西瓜也是瓜。都是瓜，谢谢小飞飞的一个奶茶，挺瓜的舞台，挺瓜的舞台。真的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瓜还是花，我只从出道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出道的时候先跳了蝶语。其实是花，然后呢又跳了个花园舞曲，就是瓜，然后你就不知道了，你就是个0.5。没必要设限，设限就不好玩。对啊，所以我关键是我也不清楚我自己的在哪儿，你知道吧？谢谢瞌睡虫的一个高级马卡龙。我发现我的舌头容易打结，我发现念你这个名字我念的就是非常的瞌睡虫，你看容易打结。哼，效果来了。对，我有时候会，对，我承认我有时候讲话讲快了的话，我会就是会出一点笑话，会有点口齿不清，我承认。感觉很好吃，锻炼小舌头。我感觉这个就是这种口齿不清跟舌头有关系吗？聊聊昨天你们说的那个养猫 PTSD 的原因了。养猫就是猫猫尿尿了呀，就是很简单啊，就是猫猫尿尿了呀。来段绕口令：扒了摆了标了冰了笨了北了坡，泡了冰了病了排了北了边了跑。泡了标了冰了怕了把了冰了碰。不行，我不会。又是谁？就是老六啊，尿了呀，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谢谢 DLIU 的一个奶茶。表哥抱表弟，表哥抱表弟，你看我念得很顺的，这个你考不到我的。我跟你说，我们也没有那么的差，就是这个舌头也没有那么的不灵活啊。表哥抱表弟我还是可以的，以后我就念的就是非常的顺啊，表哥抱表弟。可能他们对我的床都是非常的有一种就是很喜欢很依赖的感觉吧，喜欢到像他们的厕所一样。晚上好，趁现在还没有到早上好。我今天一定不会让你们有机会跟我说早上好的，我今天一定不会到一个说早上好的时间的。
在说早上好，就说明你刚刚醒，你就是睡了一觉，你刚刚才醒，就说明你这个人很懒，你知道吧？你现在说早上好，你这人就是很懒。床果然猫狗看别人养比较好，是的呀，我现在总结出来了呀，所以就是说我以后就是说不会再养猫了。新衣服，对啊，你眼睛真尖，你就是说你第一眼进来不是看我的人，你是看我的衣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说你眼睛尖吧，可能是我这个衣服太漂亮了，这一次买的太漂亮了，然后呢就是让你一下就吸引到了你的目光，你是这样。你现在，我又没有说早上好，现在你说现在这个十点钟了，而且是晚上十点钟，你要是来一句早上好，你不就是等于你刚刚睡醒吗？可能你是从下午三点钟开始睡，睡到晚上十点，别问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我有过。我没睡，刚从家回到出租。你没睡，这有点太能熬了吧，一天不睡啊，这个不行的，我跟你说，一天不睡你小心你眼睛发炎啊。人家明明是看衣服穿在好看的人身上那么亮眼才问的，你最好是，你最好是，你没有过，你没有过，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对，我今天出门，谢谢叶凡初雪的一个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龙。我今天其实还蛮倒霉的。你知道我今天起来的时候就起晚了，首先因为本身就是跟我妈妈说约好一起出去逛街的，你知道吧，然后我今天一开始起晚了，首先就是说起晚了，然后不是说今天直播嘛，然后我就说我逛街的时候就化个妆，然后没想到外面又下雨，然后又戴着口罩又很闷，然后一下雨又戴着口罩很闷，我这个妆其实又掉了，然后呢我今天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隐形眼镜，我自己戴过来的隐形眼镜它裂开了，它劈成两半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前一天晚上盖那个盖子的时候不小心压到我的隐形眼镜片了，所以说我的隐形眼镜今天早上打开的时候它裂开了，撕成了两半。不谢我代送一下。代送谁？对，就是它裂开了，然后以至于呢我今天出去了之后呢，我就花了那个300块钱又新买了一副那个美瞳隐形眼镜，现在就是我眼睛里的这一副是新买的，就是临时新买的。该惨了，太惨了，不是说该换了，就是那个隐形眼镜我真的没买，就是买来没多久，我真的买来没多久，然后呢我就是昨天晚上一撕，不是一盖盖子，然后它就裂开了。今天早上打开来，它就裂开了，是因为我昨天晚上隐形眼镜盒子盖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压到它了。它很脆弱。谢谢鸡翅的一个蹦迪。你今天起来床啦？你今天这个点没睡啦？我天哪！你这个，你我知道你是就是原因就是你下班下的比较辛苦，对吧？还是你就是没睡？谢谢何贤玲的荧光棒，好帅啊，我就是很帅。你有点这个反应有点太慢了吧，你刚刚前面进来没有直接说好帅，你现在才仔细看是吧。傻瓜帅哥，就是瓜帅哥，就是简称就是瓜帅哥，就是一嘛。啊，傻，对，瓜哥，我刚想说是瓜哥，然后简称等于一嘛，傻瓜帅哥等于瓜哥再等于一，对吗？谢谢你夸我。
现在全屏细品一下。嗯，帅瓜，帅瓜，但是瓜本身就是帅的，你知道吧？这两个就有点不太符合，我们是瓜哥。地位都不如转姐了，那是的呀，那新鲜的东西抱回去吗？那肯定的呀。前几天还是贾薇，转变太快，主播风格太多，主播风格就是很百变的。主播是个双子座的，主播是风象星座，所以主播就是性格也很百变。今天好帅，谢谢。我也今天真的吗？我很帅吗？妈妈他们夸我帅耶。没有，我只是就是说小小的骄傲了一下。这个帽子是我妈妈给我选的，我一开始选了一顶绿色的帽子，然后我妈妈就给我变成这个了。哎呀，都买呀、啊、你知道我这个美瞳，你知道我美瞳买一顶美，就是买一副美瞳我就能买一顶帽子了。这个美瞳好好看的帽子，妈妈眼光真不错。妈妈你看到了吗？她夸你眼光不错。你没有看到我转告给你一声。好了，我转告给她了，我转告给她了，她应该收到了。好了，她收到了。你我妈会不知道我这个吗？你就是话多。你们好好讲话啊，真的，我妈妈陪着呢啊，我有妈妈的陪伴，所以你们现在好好讲话好吗？你们好好讲话。妈妈好，我又想到熊子义上一次。熊子义上一次那个什么，我不是说他跟我一起出去然后打个顺风车嘛，然后他就说我把你爸爸，我是叫你爸爸叫爸爸呢还是叫叔叔呢？他这句话就是跟你就叫的。你们克制一点，我求求你们了。你又不是跟我说好了吗？你们上次直播你们还跟我说了呢，你们还说什么如果有妈妈陪着的直播的话，你们就会夸我，懂了吗？你们我很文静的对吧，我平常跟你们直播就是很文静，然后风格也是很多变的，对，然后就是说各种风格都能 hold 住，然后就是说不行，不能我自己夸自己，不然我妈妈要说我自恋的。你们快点快点快点，特别乖文静讨人喜欢。对呀、啊、我很讨人喜欢的，对。分贝不过30，是的呀，是我的呀，我是的呀，我平常是的呀，我是看哪种风格你知道吧。那种腿并拢坐的好好的，我现在腿是那种瓜坐。阿姨看得到弹幕吗？这个他还真的是还没有，他现在在做自己的事情，他还真看不到弹幕。他要是能看到你，主要是我是把你们的话转告给他，你知道吧？你给阿姨看一下。我们夸一圈，你夸一圈我，你夸，那他就这样头就这样凑过来了，我是怕他入镜了。我说他们夸我了，然后他就自己头凑过来了，转告我对他们赞美。我等他过来，我跟他说。他可以打开口袋48，那
你知道我平常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现在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不会打开口袋四八，就是说他就是装作那种我平常不看口袋四八直播的，我也不看别的小偶像的直播，我有的时候我打开直播你不在的时候，我打开直播我看的也只是你一个人，只有你直播的时候我才会看，就想给我营造出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他现在不敢打开来的，他现在就是好好干他的家务，好好干他的家务啊。阿姨肯定喜欢嘉怡，我跟你说，这里面的女孩子，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她们，我跟你说，她肯定都喜欢，她肯定都喜欢，她要是说不喜欢的话，也就是不喜欢我，我跟你说，但是有的时候呢，出于面子，你知道吧，场面话还是要说一说，他肯定就是说都喜欢，你要说硬让他选一个不喜欢的，那肯定说不喜欢我。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是那种就是说啊，我选我女儿然后就这样端水了，真不是这样，他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不喜欢我。这真的没有办法，这种东西是没法改变的，他就是发自内心的。哎，不被他喜欢，我已经习惯了呀，我真的习惯了，我已经惨惯了，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平静了，现在已经他不喜欢你，他只爱你，我跟你说他就是这样嘴硬的一个人，他嘴里说着不喜欢我，今天出去了还是带我买好看的衣服了，还是给我买好看的帽子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嘴硬的人啊，反正我就是跟他也不多讲什么煽情的话。你下个月一会儿值完播，衣服帽子钱记得打过来，他从我下个月工资里面扣的。他是会这样的，摩羯座女人是的呀，他说的呀，他今天买完衣服他就说我要从你下个月工资里面扣的，你下个月不要拿工资，一分钱都不要拿，平常还有个两三百块钱的零花钱，你现在一分都不要了。你要大声说让他听见的呀，不行的呀，摩羯座不吃这一套的，真不吃这一套的，哎呀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这东西啊，哎呀你这样不过他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嗯，今天我们玩 UNO 卡牌游戏，对，我之前玩过这个卡牌游戏，但是很久不玩了，而且这个卡牌游戏，而且是我小学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卡牌游戏，非常小鱼迷眼女人嘛，就哄她嘛，是的呀，是要哄她呀，那怎么办呢，那你说两个人都不低头，那哥们你就去哄一哄呗，那有什么办法，那没有办法的呀，哎呀生活总是要下去的，还是要继续要过下去的，没有办法呀，被摩羯座拿捏的，我真的是被摩羯座拿捏的一个人，拿捏真的是拿捏，你知道吧，欢迎你来昆明，昆明在哪，昆明在云南，我现在看到一个蛮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你知道吧，感觉还不错，很没有意思的。小鱼最喜欢叔叔还是阿姨，最喜欢叔叔还是阿姨，就是我的妈妈还是爸爸是吗，我喜欢，我都喜欢啊。我都喜欢啊，想去西双版纳玩，对啊确实想去，就是感觉那种热带雨林的感觉，你知道吧，谢谢百靠的一个玫瑰花，谢谢你的玫瑰花，他学会了，我真的都喜欢啊，谢谢鸡翅的蹦迪，那我能说什么呢，我爸爸估计可能在看我的直播，我妈妈呢就在我的方圆几里地的这块地方在那搞卫生，你说我能说什么呢，我敢说什么呢，就说明
我的场面话还是要说出来的，你知道吧？让他们去自己去猜。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本事，你知道吧？让他们自己心里去猜啊，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是喜欢我多一点呢，还是喜欢她妈妈或者是她爸爸多一点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拿捏住了，你知道吧？谢谢乌冬的奶茶。再说清楚，连抹布就扔过来了。那他会给我面子的，我跟你说，我妈很喜欢给我面子的。我要出去，他就会给我面子，而且我在直播呢，他不会骂我的。我跟你说，他真的很给我面子的。你连爸妈都跳啊？什么？这个就只是让你去猜测一下。你这样，你说你这样猜一猜，你是不是就是说我在你的分心里的分量就会更重一点了呢？下播就骂是吧？下播他就会教育我一顿，他说你这一趟直播啊，我来总结一下你这一趟直播的一些个优缺点啊，你的优点在哪边哪边哪边，然后呢，但是呢，你是还有缺点的，所以我每次听这些东西，我就跟在听念那种念经一样，我觉得。阿姨当 staff 吧，那他不干的，我跟你说 ，staff 这个东西，你说。你说首先就是说拿那个东西你知道吧，就很少，你是然后呢还要处理各种各种问题的人，而且还要非常靠谱的人，非常细心的人，这个他都是有，就主要就是欢迎进团吧。什么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年组的 SH48 让他进团啊？那不行的，他得要高薪聘请的，我跟你说，他靠高薪聘请的。夕阳红四八到底还没有到，夕阳红是什么东西啊？夕阳很红，就是夕阳红。那他要自己直播赚鸡腿子的呀？鸡腿他可能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只知道鸡腿是啊，我想吃鸡腿了，我想要吃鸡腿了。你是想要我给你出去买鸡腿吗？他可能是以为这个意思，你知道吧？你想吃鸭腿呢，还是想吃鸡腿呢？妈妈很年轻的，倒真没有。我跟你说，并不是我年纪小，我妈就一定年轻的。你自己去猜去吧。我跟你说，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话说一半的。我不跟你说，你自己去猜去吧。我是独生女吗？是啊。哎呦，是啊。夕阳红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那她应该就是夕阳红了吧？你想想看，她的昵称叫珍惜耶。他一句夕阳红吧，你知道我讲一两句的时候，我要这样，就是要浅浅的去看一眼的，你知道吧？最好他听不到，他听到了呢，就是说后果就是有点吓人的。听不到最好，确实听不到最好，听不到最好。你知道真的是在家里直播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我跟你说，他非要，你知道他知道你直播的时候他就是想听，然后呢他就故意，而且你知道这种地板啊都是早上擦过的，他非要来你房间再给你再擦一次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他就想要听一下你在干，就是听一下你跟粉丝在聊什么，我有没有对你们细声细语的讲话，我有没有对你们很好啊，类似于这种，他要过来就是偷听的。今天翻牌速度嘎嘎快，营业积极。翻牌速度嘛，就是说我今天翻牌速度，我也是在商场里面翻的。我是坐在那边，我妈妈在看衣服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凳子上，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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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在翻。阿姨好可爱，她确实就是我的同学，
有时来我家里玩的时候，你看到我妈妈，他们会喜欢跟我妈妈说话，你懂吧？就是没有什么距离感，你知道吧？谢谢塞纳河的白嫖地的一个奶茶。阿姨有控制欲吧？没有，他只是他就是闲着没事儿，你知道他就是想过来听一下，你这一次直播讲的怎么样啊？类似于这种。我同学天天说我妈妈好可爱，我的同学就是也会说，就是在我家里的时候，他不可能就直接说啊你妈妈好可爱，但是他就是走的时候，比如说我是送他出门的时候啊，他就会说，然后也在给我微信上面说，就是说你妈妈蛮有意思的，你妈妈真的很有意思。你知道你们有的时候说我傻笑，这真的是遗传，我跟你说。我一定要在这澄清一下，我这不是甩锅啊，我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下，有的时候我的傻笑真的不是我这个人啊，真的就是说遗传，这就是遗传我的妈膜。就是有的时候莫名其妙，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脑子里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就是说只是想笑一下，就突然一下去笑，你知道吧？但是我觉得他比我要严重一点点。我其实还好，我没有经常傻笑，我笑都是笑得非常的真诚，我笑都是笑你们，我真的在笑你们。谢谢我的蠢萌鸡翅弟弟送的一个巧克力。我的蠢萌鸡翅弟弟，你这个 ID。带人送的，带人送的，什么情况？我也感觉像是 CP， 你知道吧？我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是吗？你现在有 CP 了？有 CP 了你也不告诉我的，人家还叫你弟弟，你可不得支棱起来？我的天哪！啊，我还反应了一下，我还就是愣了一下子，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笑，就是在笑你们，怎么可能啊？照明了，哇塞，好巧啊！你这不得来一段姻缘啊？这不得来一段姻缘？谢谢百科的荧光海，谢谢你的荧光海。我是欺负，不要解释了，不要解释了，你这个没有什么区别，好吗？我知道你们的 CP 就是比较的低调，这就是比较低调，所以呢，这些字眼不用抠这么的细啊，嗯，比较低调。这只是零还是一呀？对啊，你问他呀，是零还是一呀？宝贵还是零？我贵还是零？我认识他是零，真的吗？他能嫌一根扣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扣多少钱了？是零，那就是零啊，那就说明那个就是一嘛，他的 CP 就是一嘛。真的不认识啊？情愿小鱼，你这房间有一吗？我不是一吗？还是你说的是就是除了我这个一以外，他们谁是一？那我觉得好像是没有，都比较零。
就是跟你同发弹幕的这些人，嗯，都是你。不要解释了，我跟你说真的不要解释了，我对你们的了解或者就是说我对你们的印象你知道吧，你们真的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啊不要太嘴硬，承认就承认了，没有人能笑话你的。你说你们如果是零的话，你还能万一你能抱得一个一呢，你的 CP 不就起来了吗，是吧，非要说自己是一干嘛呢，我说说就算了，你们还说你们就是零啊你们因为你们是零所以呢才会出现在我这个一的直播间嘛，0.5可以吗？我发现你们应该也蛮多是0.5的，不是零就是0.5。我大萌一，不可能，你绝对不是，你绝对不是，我就冲你这个 ID 取 ID 的这个名字，我就能知道你这绝对不是。你说你哪个一后面是带这种非常可爱的鸭子的？你告诉我。你这就有点假了，这名字怎么看得出来，好吧，烟雨你不要笑，我告诉你，你这个你也很灵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 Disc 给我发翻牌的时候我是认错的，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生对不起，我这里要先道个歉，对不起，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说看 ID 看的不太准你知道吧，不要笑，你们一个一个来，我跟你说，我那是妈粉对吧，所以我就是没有，就只是看 ID 的时候我认错了一下对，我只是认错了一下，哦你 ID 南瓜浓汤汤嘛，女人似水，所以呢你就是毫无疑问的零你知道吧，每个都能解释，小菲菲你就是很，你这个 ID 一看就是零啊，你个 ID 一看就是个女的啊，你这个鸭子而且有什么叠词什么就是菲菲啊，这种类似于你这个就是一看就是小北大人，我是一不用解释，你这个其实还蛮霸气的，但是你但是你前面这个小字啊用的不太那么到位，就算你是个0.5吧。周八小休息的普通人，你都是普通人啦，你就没有这个零和一的之分了，你说了你都是普通人了对吧，想休息的普通人，你还是想休息的普通人，就说明你想摆烂，你想摆烂的就说你只想就是躺着没有不要干什么事情的普通人，那你可能零吧，零偏多一点，零偏多一点啊，我真的是绝了，你们，我这个都是有依据的，你看我给你们举的多那个什么，你们要是真的有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清晰的话，或者是有人不服的话，你就在这说好吗，你们没有疑义啊对吧，你说一下目前这几个谁的 ID 看起来是一，可能瑜伽位的小保安吧，但是我也就算他个0.5吧，因为他里面有个小字，所以呢我就觉得他还是偏我，哦想想看啊，0.9，哎你0.9怎么样，谢谢杨仔仔仔儿的10个荧光棒，0.9，
那个什么瑜伽位小保安是0.9，因为它有个瑜伽位，瑜伽位是一，保安呢其实也可以是个一，主要是它这个小字就是很减分，所以我就算它是0.9，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瑜伽位，对，可以，0.9，你这个过关的。对啊，因为它里面有瑜伽位，所以它就是0.9啊，不然它也是个0.5而已。瑜伽位是一呀、啊，夹位是零。瑜伽位是一，懂了吧？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一通解释完之后，你们应该对你们自己的那个认知就是非常的清晰了吧？你呢？小台不会跑，考试班，小台不会跑，你看。你都是说不会跑的这种，对吧？就说明呢，就说明呢，你让人，我想想啊。首先呢，你这个名字呢，就是有一个小字，而且你这个不会跑呢，就说明你自己很专一，就说明哦，你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一个人。这是个加分项，真的是个加分项，就是给人感觉你像是一个很专一的人，能够留在很安心的留在我身边的一个人，类似于这种感觉。勉勉强强你0.95吧，怎么样？哇塞，你零一现在就只差一个0.5了。我帮朋友测一下他的 ID， 叫森森哟。我跟你说，这不用看，这一看就是零。我跟你说，这不用多说，这不用看，这一看就是零。我跟你说，你念一下，你念出来就觉得就是很啊，是0.05啊，就是0.05。这念一下你就觉得这个 ID 就是很零的一个 ID 啊。所以你取 ID 呀、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取 ID， 你看我这个 ID 就很好，我这个 ID 就是 SH48 瑜伽位，你看取一啊，对吧？谢谢南瓜浓汤的一个玫瑰花，谢谢瞌睡虫的一个荧光棒。谢谢鸡翅的蹦迪，我看看，霸总就是蜜。哎，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什么霸总就是我的话，我就是封你为一了。但是你这个霸总就是me，你这个英文用的非常的，就是摆的位置我感觉不太对吧？我觉得就是说，谢谢小北大人的一个巧克力。哎，你不是去改 ID 了吗？你这个 ID 怎么没改啊？你把我跟你说，你把你这个小字改成，反正就是你想想。在审核吧，不会是没有鸡腿了吧？哎，没有鸡腿是改不了 ID 的，没有鸡腿是改不了 ID 的。谢谢单推陆静婷的一个荧光棒，我改了就是一了吗？就看你，就是取决于你改成什么呀？你改成什么？哦，我知道你可以改成什么了，大人北，你把北字放后面。大人北，哇，这个就很一啊！我给你取个比较一的，周八想休息的普通人，你就叫周八，多好，你就周八就好 ，OK 啦。VIP 一个月有10次，那我跟你说，你们那个改名要慎重啊，就是说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取一个非常帅气非常瓜味的一个名字的话，你们就是说要好好的，如果你不是 VIP 的话，你就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一个月的免费的那一次，你一定要细想，你一定要想我这一个月，你要结合我这一个月的运势，我这一个月的就是种种
情况，你要取一个非常适合你自己的一个 ID。 我跟你说，车牌真的好了，你用心点。那你就是你就是你就叫你就叫普通人。哎，不对，你应该就叫你应该就叫普通人。对，因为你把休息的去掉，你普通人呢显得你自己就是说非常的低调啊。首先就是说你自己非常低调，这是一个瓜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质啊，要低调。就先会显得你比较低调。对，晚上好，晚上好呀。你要一个一的名，你这不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就是那个小字减了个分吗？小台不会跑，你把这个小台你换一个另外名字，你改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台不会跑，你就都行，反正不要小字就好了。你这个很好很好改啊，毕竟你是0.95嘛。南瓜浓汤是你冉冉姐叫我不要改的，张冉冉吗？那你这样吧，你改成这个，你改成这个，冉冉姐一定不会反对的。你改成叫小牛奶，小牛奶怎么样？这是冉冉姐之前叫我的名字，一波回忆杀起来了。都能想到南瓜粥，叫小牛奶。牛奶不是牛奶粥吗？牛奶不是粥吗？牛奶而且还白，是那种白粥，多健康啊！小牛奶似的。插队里有很多队员有加字，这是缘分啊，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吧。定势里怎么在喊我？他们真的在喊你，他们刚刚前面真的在喊你，真的在喊你，在喊你。哎，你这个上这个奔跑吧，你那个通告费拿了吧？啊，你这个名字是通告费，你这个通告费他们给你了吧？这不能白上的呀，哪怕可能就只有这两三秒的时间，你这也要拿个10块钱的吧？楼上承认了，他一直都是那种很摆烂的样子，他一直都是很承认的一个状态。他其实零跟一啊，他不是计较太多的，他其实0.5吧，我觉得0.5吧。嗨，你这个改的还不错。那我以后就简称你为小台了，这样就是好记一点。OK， 在分析属性吗？是的呀，要我帮你分析一波吗？免费的，不要钱。你这个三个仔，然后一个儿子，零，好了，你这个很好分析的，零啊。而且你这个爱要念得非常可爱，你应该念成羊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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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仔仔儿仔儿，好难念啊这个儿话，仔儿仔儿仔儿羊仔仔仔儿，你看你这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啊，你就是零啊，嘎难念的，你这个后面这两个。对，真的很可爱，他这个名念的。我帮你取这个名字也很可爱，瞌睡虫，就是有点难念，但是就是还是很可爱的，多符合。杨苏苏，杨苏苏吗 ？SS 是叔叔是吗？这不能乱喊吧？啊，杨珊珊。珊珊，
还在审核。那你这个审核，这个审核的速度是有一点点慢了。没事儿，不过我跟你说，我相信你这个 ID 一定是取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ID， 以至于它那个审核时间就比较的长。嗯，难听，小鱼叫的好听，真的吗？我的就是后面那个儿化音很难叫出来，你就叫杨仔儿，杨仔儿，杨仔儿，因为你当中三个仔连起来念的话就有点难，有点拗口。我审核十分钟内搞定，我朋友审核三小时才过。那你朋友一定取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非常非常好听，或者就是说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名字，你知道吧？想要就是像代王啊这种系统啊，想好久这个名字到底能不能过呢，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说明你这个起名字，你朋友这个起名字起的高啊。谁说今天对啊，这个不特别吗？挑每个字每个字的去，对吧，去排除啊什么什么的。小云，你喜欢吃嫩牛五方吗？嫩牛五方是不是就是牛排啊？是吗？是牛肉类的吧？反正只要是牛肉类的，我是不讨厌的，我是不讨厌的，我还是蛮喜欢吃的。毕竟疫情期间，你知道我们那个叫什么，中心楼下吃就是土豆炖牛肉、番茄炖牛腩、土豆炖牛腩这种。不是，它有五个角，五个角，那我还真没有吃过，好吃吗？你要推荐给我的话，我可以去尝一尝，好吃吗？嫩嘛，其实我吃肉主要是希望它有很嫩，你知道吧？不然我咬不动。主要是你知道，我还在就是弄牙什么的，所以我不能吃非常硬的东西，我会咬不动，对牙不太好。谢谢羊仔儿的一个荧光海，我就这样。主要是够方，它真的是这种方块，我知道它那个广告图片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块。我几点睡啊？我们播到半点下好吗？我们今天半点下好吗？我们半点下吧，好吗？今天呢，因为我还要洗头什么的，你知道吧？谢谢鸡翅的蹦迪，谢谢你蹦迪。你每次到这个点就开始蹦，你就是早上不睡，晚上蹦迪，你知道吧？不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就开始蹦迪。星号取个名吧，你取一个。你取一个瑜伽味好可爱。对，你就取一个稍微，哎呀，这种小名字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难想的。叔的，你不要就是这样叫我的全名，我就要显得有点太高调了，你就直接叫小鱼好可爱。我要很一的名字。对啊，那就是瑜伽味了，那就不能是小鱼了，叫瑜伽味，瑜伽味很帅气，或者是瑜伽味大猛一，或者是瑜伽味我的神 ，OK， 可以了，你自己去，我这么多了，你自己去选吧，好吗？小鱼和可爱听起来是特灵。我觉得他那个属性应该是比较偏灵的，所以我就给他取了一个稍微比较偏灵的。要么就是说瑜伽味是瓜哥，等于就是试衣嘛，对吧？多简单啊，这个名字取的。
顶着这个 ID 全团直播去送礼物。不要，你这样会显得我这个，就是说显得我也很浪感觉好吗？你自己浪，你自己去浪去，你不要带着我好吗？你这显得我也很浪，你顶着我的名字，我还是要脸面的。你家为公主报大失败，我成功了好吗？你有没有去看我们这个那个叫什么几号的公演？几号呀？你有没有去看我们上一场的公演啊？我们十几号的公演，十八号的公演，你有没有去看我们十八号的公演？不是小号了。那你不是小号，你可以取这个名字。那你觉得这种名字显得就是很小号才能取的是吗？就是你的大号不配取这种名字是吗？你是这种意思吗？你的记忆还停留在去年年底，那你赶紧去补档好吗？你现在这个晚上时间点，你就不要坐在外面吃烧烤喝啤酒了，你赶紧去补档好吗？小孩一会儿就去换大号，那我很期待你的大号是什么？是不是我认识的大号？你有没有看啊？我真的上一场我就报成功了的，我上一场成功证明了我自己的，我上一场我是证明过我那个疫情期间在家有跟刘畊宏好好学习的，我是证明过的嘞。你这就是不关注我了。是啊，南瓜拽姐，哎，我觉得你可以用一用南瓜拽姐这个。为什么？但是你为什么就脱离不了南瓜呢？后面两个就是能改，就是前面那两个，就是前面这个词儿是坚决不能改的这种，是吗？那以后就是只叫你南瓜就好了呀。南瓜拽姐我觉得也还不错啦，就是一一点了，就是会更一一点。大家都这样叫了，对啊，所以啊我就说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叫，所以你就习惯了。南瓜四个零。谢谢小才不会跑的一个荧光海。谐音梗扣钱，我发现你们也很会玩谐音梗哎，你们玩谐音梗玩的比我厉害。要是你们在我，就是说你们要是这样玩这么厉害的话，你们已经扣了不少钱了，好吗？取名字这个东西呢，真的不能来问我，因为我不是那种这种取名专家啊什么的，你知道吧？我这么一拍彩铃，加一头上就成了零。刚看完宣言，我的宣言吗？我的宣言早上就发了的，你刚刚才看完。你这个也真是，可能是你前面的全看完了，留下最后的顺便把我的一起看了吧，是这样吗？就背景中和一下，你在凑点什么？你进我的舞台后面会有姻缘吗？干嘛？你想要我的姻缘啊？你想我的姻缘啊？现在怎么会有人一直在憋笑的呀？
就是想到一些很好笑的东西啊，想笑一下不行吗？但是又不能笑，因为有镜头在啊，所以我就不能笑。而且你知道，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的，所以哥哥那个时候已经录麻了，他就是想早点结束的那种状态。所以而且我是读信了，所以呢他就说，而且我想多录两遍的，你知道吗？他就说你这个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你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说让我看了一眼，我说再来一遍吧，我觉得再来一遍吧，我就一直再来一遍。然后那个哥哥就是整个已经就是麻掉了一个状态，性嘎嘎感人。真的吗？我也在笑哎，你们难道就不是说那个真的吗？你不会因为捧场才说那个性嘎嘎感人的吧？你看你前面这个烟雨，真是，你看你就只看到我在憋笑，你能不能代入一下？主要是我自己试着代入了一下，我也试着想象了一下你们听到这个信什么样的，我会觉得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太正经了一下状态，你们就是说不习惯，我就害怕如果我真的很正经的在念这个信的话，你们在家里看的时候你们也是在笑，所以我就说我还是偷笑一下吧。我写了一封干嘛，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弄哎，为什么想笑啊，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弄。提问的小记者是林蔡，对啊，我让他帮忙的呀。个人作品展，你说是拉票吗？7月2啊，没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谢谢南瓜的一个巧克力，谢谢小北大人的一个巧克力。递信的是谁？也是林佳怡。对啊，那我跟你说，林佳怡证件里面的那个手模还是我呢，看出来了吧？没看出来，因为只是一刹那的，它里面不是有个这样过来抓手然后再放开的吗？那里面的手模是我， It's me。 姻缘，我的舞台姻缘这个东西就是哥哥剪完了之后就给我了，我就给他收藏起来了，然后呢证件的时候呢就导进去了。这个姻缘是能放出来的吗？那你们看看视频听一下不就好了。自己剪辑自己说 no 那个是本瓜的手，因为他这样子捏住了之后你从这里看其实你就看不到，然后就这样扔掉了，是这种感觉。这个可是一镜到底，他那块地方拍的是一镜到底，所以就是说什么笨瓜，谁笨瓜？笨瓜，什么笨瓜？这是醉倒哎！笨瓜的手，哦，谢谢南瓜浓汤。南瓜的一个荧光棒，我怎么什么每次想把你的这个全部念出来？谢谢南，你这是什么 ？BG 是 BG 是，生存笨瓜。你说傻瓜也就算了，傻瓜还可爱一点，你这个笨瓜说是真的很在骂我笨哎。那你们有好到哪里去吗？你们是笨蛋，我好歹是个笨瓜，你们有好到哪里去吗？谢谢瞌睡虫的一个蹦迪，
我只看脸了，不看声音。我妈在旁边。怎么？我说出来的话是你妈听不得的？我要他也听不到。他看到我手机里有个口袋四八，他骂我。你就说我是一个那个抖音上的某B 站上或者是某个学习网站的某个主播。这么多台铃电动车啊，手臂太白了吧？这是传说中的跑的。谢谢，我只能说谢谢，我也不能。没有，我的手是我全身怎么说比较黑的一个地方，真的是黑的地方。我妈妈看到这个 ID 估计更上火，她妈妈不知道这个她这个 ID 的意思吧。黑衣服显得，对，就是因为黑衣服才显得白，真的不是我本身就白，真的是因为黑衣服所以才显得我人比较白。我本身没有那么白，我本身很黑的，我本身真的很黑的，本身就跟这个窗帘不一样，就跟这个窗帘不一样黑的，我本身真的没有那么白，真的。但你是小牛奶，这个呢也是冉冉姐姐说的，我是小牛奶而已。谢谢鸡翅的高级马卡龙，谢谢你的马卡龙。我现在感觉你们这种号是不是你们都是开小号进来的？这么喜欢开小号吗？现在都流行开小号了吗？大号不敢进来，怕被自己的小偶像抓到，是这个意思吗？不要拿小号，拿小号我跟你说我一个都认不出来，我真的一个都认不出来了。拿小号你就是大号的。对啊，我看得出来你就是大号的，你不可能小号还是十二级。你就是大号，对，你这就是很真诚很真实很诚实的小朋友，你就是大号。奶绿无糖嘉宾，嗨，你这个是小号吗？怎么回事？怎么你们都用小号来？你们这么怕你们的偶像抓吗？不会我的粉丝有的时候去别人房间都用的小号吧？我现在发现我们之间的信任有了危机感，哎，朋友们。但是我小号你知道，就这个南瓜转角。但我的小号好像很明显，确实你这个小号，你就是笨蛋笨蛋，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小号就是说取了跟没取一样，你。不早了，快点休息吧。好的，好像已经到半点了。好了，那我就下播了，好吗？奶绿无糖嘉宾多少喝？确实，奶绿我也蛮喜欢喝的。我上就说了我很喜欢喝。晚安，拜拜，晚安，拜拜。我们下次再见，下次什么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下一次可能是电台。拜拜。辛苦了前辈，你为什么要叫我前辈？为什么要叫我前辈？你是要进团吗？你是要进团当我的小后辈吗？拜拜，晚安。